OK， 现在请收看的就来看看，对，我们今天呢就摆在桌上这三双鞋呢，它分别呢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。其中呢有一双是很贵，有一双呢它是在纪念某一个事情，那其中有一双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，那分别呢我就不讲出来是哪几双啦。现在呢你们就一人看一双，然后待会一人讲一个答案。嗯 ，OK。钱叔，你在可以研究研究。钱叔研究研究。钱叔你在这边干嘛？好，来，现在给你们十秒钟时间，让你们研究一下，然后分别一人讲出一个答案来。计时开始。这三双球鞋都是目前市面上最流行的球鞋。上一代的三位特别来宾告诉我们，猜出这三双球鞋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？这个可以不绑脚，再看哦。这个会有空气垫。时间到了。好，现在佩兰姐要讲哪一双？就这一双嘛。你要选择哪一双来回答？这双我根本没看到。那你看哪一双？你要回答。好，那你回答。那你回答这一双。那你说这双鞋它特殊在哪里？它是可以随时提供它的气垫吧？哦，所以你认为它是气垫鞋，所以这是它的价值所在。对，这边嘛哈，对，有气垫嘛？哦，有气垫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气垫？而且就是比较通风通气啊。现在答对还答错，请举牌。答错啦，这双鞋非常的特别。杨大哥，杨大哥，哪一双？哦，这双。这双它特别在哪里？哎。好像是纪念什么人啊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什么人啊？不是什么人，他说纪念呢。纪念啊！这啊，这位那个罗德曼做的是。哎呀，罗德曼不是这个牌子代言人啦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好了，怎样嘛？你答错了。你到底要再讲一个？为谁？为谁而做的嘛？为谁而做？他很透气，我们 SOS 小 SOS 可以穿的不会臭。好了，很透气，答对还答错，请举牌。你刚刚前面不是讲了？答错了。错了，好了，那这一双吧，钱叔你就答这一双好了。这双鞋特别在哪里？怎么得了？你们真猜一个很贵的，猜一个公用的，然后猜一个有纪念价值、有纪念价值的。那你就随便挑挑一样。这辈子头一次看到这种鞋，你们是不让我丢人？我真的不懂嘛。这好像那个鞋就是。这还那个苦行僧穿的亚兰，对啊，你们钱叔你要干嘛？你们不觉得好像有一种运动鞋那种鞋？我刚才冒着生命危险帮你弄那个气球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不能透露答案。你看这个哈，这个适合，这个适合怎样？我觉得这双鞋子完全哦，对了，好，钱叔，钱叔来了，来了，来，钱叔。这个适合这个，这是一个什么多功能的鞋。第一个像我们那个姐姐，你是妹妹是吧？我妹妹。像妹妹穿上这个以后呢，她会脚臭，这个不会臭，因为这边足臭。对。第二个呢，第二个你各位看到这个底了没有？它是可以往斜坡上，甚至往山坡上那样爬的一种鞋。哦，攀岩的，攀哦攀岩，是不是？漂亮的，所以是攀岩鞋，对不对？请举牌。漂亮。亚兰，谢谢谢谢了，厉害厉害！亚兰，你刚刚是不是有透露一下？他没有，他通通没有，他只做动作。对，这鞋真的都很特别。现在呢，我们要请一位专家来为我们做证据解答，欢迎庄先生。庄先生你好，现在呢，来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三双鞋特别的地方。这双先说，这双鞋来，可能是目前为止全台湾手上最贵的鞋子。为什么？它多少钱？4950是它的定价。那它特别在哪？为什么那么贵？它用的这种是那种塑胶材质。塑胶材质，现在市面上已经发售了吗？发售了。哦，那你怎么会有这双鞋？排队排来的。等一下哦，现在还排得到吗？可能排不到。来来来，那这一双呢？这一双呢？哦，这双这双鞋可能是，如果现在卖的是超级天价。对，这边呢，我们这边有用这个胶带把它贴起来。撕下来呢，他这边写了一个7，那这一只脚呢，撕下来呢，写一个9，写了一个9，所以这双鞋呢是这个纪念这个97回归的鞋，纪念的鞋，你看非常酷哎，这双鞋是你的纪念鞋，你在哪里买？你去哪里买到的？从托人家从香港带回来。现在哇，你怎么买得到啊？这双鞋可能是花很贵，听说限量只有1997双哎，1997双啊，你花多少钱买到这双鞋？全世界啊。大概12000多啊！哎，我天，你还好不是我儿子，我儿子我破产了。好好，那双的那双的，这双鞋是功能刚刚攀岩用的，刚才对那种攀岩用的。哎，这双就不会很贵吗？这应该不会很贵，它也不难弄到嘛。这很好弄，这双是你的吗？这双哦，跟人家随便借来的。对，其实这双蛮好弄到的，到处都有在卖。你为什么要收集球鞋啊？兴趣吧，兴趣。你有几双？你总共有几双？
如果家有卖的话，将近350双。你知道你那 Jordan 一代到十二代都有，可以开一张，开一下店。龙哥，你知道吗？他收集的那个 Jordan 一代到十二代，可以让他发大财。现在 Jordan 一代现在要卖的话，你那个第一代到第十二代要卖的话，多少钱？造价可以多少钱？总价大概可以多少？有没有100万？总价的话，就是说只有12双的话，应该。以日本行情的话，大概50万吧。50万的话，那其中哪一代最贵？哪一代最贵？12代了，第一代。你在哪？你自己脚上这双鞋嘞？你把脚鞋就是来上来看看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来，画什么呢？来，你脚上这双鞋有什么特别吗？它气垫95 Max， 那这双鞋是。就是2年前买下来全新的哦，这双鞋，啊、这双鞋很难买得到哎。如果现在行情的话，也大概超过10000块。10000块，来，你那只脚再脱起来我看看。哎呀，一双鞋子10000块。10000块耶！哇，好的，谢谢这位庄先生。OK， 谢谢大家。田中，我们请回座来。好，来看一下展柜的成绩。相信下一集是回到我们的我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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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猜两代大调查，今天将是爆炸性的性大调查，我们叫两代的性幻想跟性幻灭对象吗？待会告诉你。